但是呢今天来个人现场哦，非常欢喜，非常闹的，也来找好朋友来捧场。我想咱今天的所有庆祝哦，莫说了种子，也想咱大家来个人现场。好，我感觉吼，这吼庆祝吼做人真正好吼。好，咱的中秋节过了以后，都有咱捧场了。谢谢咱的所有庆祝大家，咱不得了，再次来给你爱的抱抱。非常感谢吼，咱的安老姜，咱的自由会馆，我们的林平啊，林主委，感谢你。艺术人员吼，对啊，嘛感谢咱，好，咱今日到店的咱的所有好朋友，特别感谢咱的苏大爷，我们的苏奇店苏大哥，谢谢，感谢你的关照吼。好，我烦恼咱顶部台顶去有跑，我惊着，我讲叫咱跑跑胖跑，哥哥跑后边呢，好贴心的男人呐哈，谢谢，感谢苏大，特别嘛感谢咱的船长吼，我们的。我们的当行中，咱的当船长，好，感谢咱的当船长，船长有来无？哎，船长跟我来哈，谢谢，感谢船长，谢谢。咱的南大的南怡队，谢谢。咱的林丹司令，我们的林春成，林春成大哥，谢谢你。还有我们的林月美阿姐哈，感谢你。还有我们的张银花，咱的银辉阿姐哈，感谢你啦。那有在现场，再野手一个哦，小妹看一个哦。感受一下你的热情，好，感谢我们的王董、王俊华、王俊明等兄弟啊，哈，感谢你阖家平安哈，祝你全家福。好，感谢我们的张董、张国军大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还有我们的孙董、孙俊丽哈，孙俊丽大哥，谢谢，一个那个李秀信阿姐，谢谢你，还有我们的丁金王，我们的张金元大哥，谢谢，以及我们的尤董、尤佳来、徐董、许正胜，谢谢。蔡振农大哥，感谢感谢阿拉的一行为所谓千字短当时六某些的种子要现在必从那个拉面流安排的下面精彩的节目那个因素黄回今天的安排是不是每一个呢每一个不同的韵味哈，谢谢你把我们那个所谓那个千字短当时六给那个中信牙工艺给那个所谓门户就行的人家必有把那个所谓千字把你莫名春风行路拢有风事业大成功金牛门堂今天我们开正在这边来偏在这边来大吉大利让咱给你大发财了哈，感谢你哦，爱你的当时来来正宇团有赢的是定位继续给卡来了哈，是的，来自我们的凯云，嗨，说来代表着咱的 B 团来来正宇团来大家跟咱很联好朋友敬你几杯酒握握小手，好的，来祝贺大力的来。